痛，爱因斯坦，你轻点儿。Sorry 啊。神经病，打麻将而已吗？何必弄得跟抢劫一样？钱额擦破了一点点，抢劫有这么便宜你吗？我说的不是我的钱额，我说的是大口腔的枪，被你老妈花旗心全都砸烂了，没一处是完整的，简直是劫后余生。他的杀伤力的确是很惊人。打麻将而已，干嘛发脾气啊？岳母管岳父一直管得很严，不准他吃喝嫖赌抽，连喝冷饮也不行。我妈这么做也是为我爸好嘛。哈，这也叫为他好啊？那跟动物园里的老虎有什么分别啊？有啊，那更可怜。如果我老婆像你老妈那样，我早把她踢走了。我不会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会了，我是可怜她老爸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外人不宜插手。是啊，也许他们开心呢。那她怎么管她老公？那是她的事，弄伤我仅仅就不对了。可不是，我呀还没有说你呀，好好弄得我家无宁日。我爸已经戒赌30年了。30年？你知不知道你老爸30年前是谁呀？就是威震江湖，赌台上无人不晓的排胜。啊，排胜？不是吧，亲家他原来曾经是赢过赌神高进30顶麻将的那个排胜啊？没错，排胜在30年前突然一夜之间消失，了无音信，原来是当了你老爸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谁说的？是我老妈拯救了我老爸嘛。哇，他忍了30年了，要说不可能一下子突然之间破戒，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。喂，那他现在重出江湖，会不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呢？动动脑子想想会不会。3岁的时候就已经封了排胜为偶像了，想不到他遭奸人所害，武功尽失，花旗心真是好厌。喂，别喝啊。花旗心你好厌了，我把你推去。喂，怎么这个味道好像怪怪的？当然了，这是厕所水。喂，这里怎么会有厕所水呀？我跟厕所水不知道为什么黄黄的，所以盛了一瓶拿到管理处去问为什么。啊，这管谁啊？我开门。老妈，这该死的，少看他一会儿也不行。这么喜欢赌就赌哥哥，别指望我理他。你干嘛生这么大气？不生气就怪了，他不磕头认错，我就不回去。帮我把箱子拿进去，我今天跟你一起睡啊。啊，居然搬到我们家里来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总而言之呢，你就别惹他。怎么说啊，他也是阿路的老妈，而且啊，他那个人还那么麻烦。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，跟我斗他就找死。哎呀，不要跟他斗了，只要别理他不就行了？我自有分寸，女人别管这么多事。OK。那这么见车啊，有了。姐，麻烦你。哎，阿金，哎呀，糟了，我老婆走了。糟什么？走了不是更好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这次我真的对不起我老婆啊。怎么个对不起她？喂，男人说话，女人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知道，女人先走，拜拜。做错什么了？打麻将而已吗？现在是你老婆自作自受。哎，你误会了，齐心那个人啊，挺好的，他品性纯良，温婉娴熟，出的厅堂，入的厨房。还帮我带他2孩子呢，他也算是纯良娴熟啊。听说他动不动就骂你。哎，那是我该骂，谁让自己不争气呢？哎，惹他生气呀。哎，听说你家的家务活也是你做的，他哪年哪月哪日进过厨房啊？你说啊？哎，我看他太辛苦了嘛。哎，是我自愿帮他的。哎，你真是让他洗脑了。喂，你是排胜啊，振作一点好吗？我知道，我会振作的了。真的？哎，我已经鼓起勇气找齐心道歉了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自己去打麻将，辜负了他对我的期望。你这没得救了，你这人。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哎，我现在就去找齐心，他在楼上。你弄错了，他不在楼上。他去哪儿了？你跟我来，我带你找他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如果多一间房，你就不用睡厅里了，那多好呢。那倒也不用睡在厅里，他去安眠房里睡就行了。哦，我先把被子拿过去。我先帮你收拾东西吧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哎，你家里什么都有，干嘛带东西来？那你还拿个箱子来？哎，当然要似模似样啦，这样才表示我的决心，让你老爸知道他把我气得有多愤怒。那倒是，你也住不了多久，老爸一定会求你回去。哦，这家伙真无影无踪了。哎呀，什么也没有。是不是没电了？糟了，我忘了带充电器了。哎，那老爸和大哥打了一定找不到你啊。你大哥去集训呢。现在做速递员也要集训吗？
哎，谁知道他稀奇古怪的。喂，打电话给你老爸看看他在哪里。哦，你告诉他别指望我回去，我还没生完气呢。哦。喂喂，阿路啊。老爸，现在才打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喂，你那边吵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在澳门。喂，你要大还是要小啊？喂，老爸，真的很吵，听不见呢。我说我在澳门。喂喂，挂断了。喂，你老爸说什么？哦，他说对不起，叫你原谅他。哎，别做梦了，你叫他多求几次吧。啊，哦，那你先坐一会儿啊，我去看看沙姑姑做好饭没有。喂喂，把电话还给我，我不记得女儿的电话号码了，还打给她干什么呀？哎，喂喂，对了，你不是说带我去见齐心呢？结果不是，我真让你害死了。这么容易死啊？你现在回去是火上加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不是这样又能怎么样啊？哎，先喝杯茶，冷静冷静。哎，冷饮啊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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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现在猛虎出笼啊，还怕什么？就像发哥说的，走出去了就不要再回头。喂喂喂，如果不回去可以去哪里啊？发哥说的，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。你不是发哥，所以你应该是往前迈一步，那就海阔天空了啊。喂，那一步我怎么迈啊？你那天闻到钞票味一闻就醒了，那现在这些全给你，你一定可以起死回生。喂，10,500是你应得的，你管你老婆怎么想呢？喜欢干什么就去干什么，去干那些男人应该干的事啊。啊，男人应该干的事。哎，你老爸怎么样了？还不来求你老妈回去？求什么？他去澳门了。什么？小声一点。喂，那你老妈还不去把他给抓回来？我老妈不知道啊。少见呀，你这么帮着你老爸。我说出来啊，那还不吵翻了天。喂，你老爸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怎么知道，我又找不着他。那我不是还要继续住在大哥的房里，哪天才能回房睡啊？没办法了。我好想你啊，老婆。别怨了，才一天嘛。来了来了，吃饭啦！亲家母过来吃饭。有个北京的长途电话找你。哦，哎呀，朱太太啊，啊，喂，朱太太。喂，我们是不是要等伯母一块儿吃饭呢？当然了，基本礼貌嘛。哎呀，朱太太呀，当然要上长城啦，不然怎么做个好汉呢？别这样，再等一会儿。哎呀，朱太太呀，哎呀，说句实话，我肚子咕咕叫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那晚上你回到酒店，我再跟你聊，好吗？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那个朱太太她啰啰嗦嗦的，说个没完没了。吃饭吧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饭。请家母，家常便饭你别嫌弃啊。不会，我吃的东西很简单的。来来，哎，请家母啊。啊，怎么这么肥呀？最近是胖了一点。哎，这是福气，福气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五花肉肥怎么会是福气呢？这么油，你吃下去啊，多不健康啊！哦，你说的是五花肉啊？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吃肥肉啊。对了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蒸肉饼。那一定要瘦肉，清蒸的，不要放油，那才健康嘛。你看看。我的身材一直都保养得这么好就知道了。我们有时候也会吃蒸肉饼的。哦，那不如吃鱼吧，吃鱼不肥啊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吃鱼吃鱼，我拿给你啊。不用了不用了。哎呀，这什么鱼啊，我可不是乱吃的。哎，专家说呢，吃鲩鱼最好了，我喜欢吃鲩鱼，又便宜又健康。哦，那我们明天就蒸鲩鱼肉饼吧。哈，好啊，那吃饭吧。哎呀，不过这顿你们都吃饱了吧，我不吃了，不用管我。好，你不吃那不行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吃面条吧。啊，也好啊。阿月啊，嗯，你去帮我妈煮碗面条。不要紧，我煮啊。哦，谢谢姑姑。不啊，你煮面条别忘了过凉水，还有呢，拿些干贝冬菇呢，熬点汤就好吃了。还有啊，你别煮过3分钟啊，不然煮得太烂了我不吃的。哦，
吃早餐。哎，伯母，听说这位子是我的，你的位子在那边呢。是吗？喂，我昨天就是坐这个位子的，怎么后面刻着你的名字吗？哎呀，阿锦，我们也是客，你坐那边吧。嗯，好好好。坐哪儿都一样吗？啊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吃吧。要吃啊吃啊。吃。这什么粥啊？好像是白果瘦肉粥。嗯，很健康啊，你们真是从善如流了。我今天赌马，你大早让我吃白果。哎呀，那真是太不吉利了。不过不怕，你已经吐出来了。那这样吧，吃炒面，炒面没有白果。是啊，吃炒面了啊。吃一点嘛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香啊。姑姑，拿什么炒的？是亲家母教我的。拿。这个呢，就是猪肝炒面。你怎么了，舅舅？你一向很爱吃内脏的。是啊，你胆固醇过高吗？不是吧，没听你说过。还死于心脏病呢。猪肝，猪肝，猪肝，猪肝。哎呀，我今天看中一匹狼马，这回被你害死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拉不出屎赖茅房。乌鸦嘴，我呸呸呸呸！真可恶，早餐我不吃。喂。不喜欢吃，给你煮碗面吃好吗？我就要翻村。舅舅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各位观众，这瓶这是三千年开花、三千年结果的超级三病大补酒。妈，一大早就喝酒，不用这么补吧？还是留着你自己喝吧。好东西，你们真的不要？嗯，我自己享受。这没有啊？哎呀，你这种酒喝不喝都罢了，一点用也没有，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昨天喝过了，喝了睡觉啊，全身都觉得发冷啊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全喝了，你知不知道很珍贵的？是93年长白山的鹤宾，再加上92年的哈尔滨海狗宾炮制而成的。傻瓜，你让人骗了，讲明的是鹤宾，那么小喝它有什么用啊？人人都知道哈尔滨那边没有海狗了，一点地理常识都没有。那倒是啊，哈尔滨那边呢是真的没有海狗、啊。可不是，你那瓶酒啊，也不知道是用什么鞭跑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是。喂，小心那边呐、啊。那边水果也有鞭啊，我这瓶里边怎么没有鞭？哎呦啊！哎呀，是不是？我说的小心那边，别撞着了。哼、你呀、不听话。喂，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啊。二场六号，捣米寿星99倍。一定赢啊！行动！阿锦，哇，冷气机坏了，热死人了！傻瓜，怎么还说热？没有墨水啊？大哥，借笔用用。你试试，没有墨水了。谢谢啊。不会吧，你这不是耍我吗？我就不信全世界只有你这支笔气。哎呀，哦，原来是你这死三八。喂，怪不得我今天这么倒霉。你别张嘴就骂人啊，你这个喜欢服侍，你自己衣服倒霉相不走运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没你这么可恶，难怪你老公不理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么缺德，该你说的破产。你破产！啊！刀米寿星真的跑出来了，足足99倍啊！哎呀，好啊！今天可以吃鲍鱼了，收钱！收钱收钱！喂，你那张马票好像没画啊？啊？是啊，不是吧？我们去拿钱了。刷起心里的三八。川婶。这个电视有什么好看的？为你擦这块地呀、擦了10分钟了。地上有汽水，黏黏的吗？喂，川叔啊，你今天是第3次偷吃蛋挞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喂，你满嘴都是蛋挞碎渣，偷吃也不擦嘴。喂，川叔啊，在厕所吃东西很不卫生的。是。相信我，那就是斩劈杀。斩？不是吧，你想杀人呢、你小心坐牢。对，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人了？我是说撕破他的好衣服，扔掉他的化妆品，剪掉他的附属卡。那些女人没有漂亮衣服穿，不能化妆，没钱花，自然就会回家了。不是吧，怎么能这样？
哦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那后果就是一个瞎了没鼻子，一个缺胳膊少腿。怎么可能啊？哼，薇阿姐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小红说要跟我离婚，你这招不行我就完了。小曼说要跟我分手，我不能没有她啊。那总之呢，你们不想变光棍，就要低声下气的求老婆跟女朋友回来。你别在这儿妖言惑众，信他一场也玩完，看看谁玩完呢。薇阿姐，我还是有点怕。是啊，你就帮帮忙吧。是啊，好，走吧。哎呀，你们这样怎么行啊？拿出一点男人气概，挺胸，收腹，屁股卷起158度，再撅高点儿，这就对了。凶一点，女人就害怕了。凶，进去，看你什么就踢什么，优势就在我们这边了。是，哼，行动。你们俩都起来。金哥，知道怕了吗？要怕当日就不要对男人那么凶了。男人夺夺马赢点钱关你们女人什么事啊？那么多废话，信不信我把你们舌头剪下来啊？啊，来了，是、啊、哎，哎，你的头怎么了？啊，没，我不小心撞了。哎呀，以后要小心点儿 啊！好好好，哎，今天随便叫吃的，老妈请你。嘿，这怎么成啊？每次都是我请你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在菜市掉了钱包，有个女人呢，她叫我还捡起来给我呀，她真是大恩人呐。这么好心。我看钱又失而复得了，所以请你来喝茶了。哦，那真要谢谢他了。香港现在好人不多了。是啊。恩人呢？他去厕所了。哦，我先给他拿些点吃啊。喂，干什么阴魂不散似的跟着我啊，臭娘们儿！哎，恩人。哎呀，恩人，怎么你们认识啊？啊，我这……你叫他什么？他我刚才叫他，借他帮老太太。这是我儿子阿锦。你的儿子？哎呀，真是好胖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这么有趣。哎呀，他这么大人了，还可爱什么呀？哎呀，人呐，你过来，坐，来，过来坐。老太太。阿锦呢？啊，去拿点点心来给恩人吃。哎呀，老太太，我哪敢劳烦他，我喝杯茶就行了啊。这样，那我斟茶，谢谢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老太太。哎呀，你这么大年纪，我哪能让你服侍我呢？要斟也是叫你乖儿子斟给我喝了。是儿子，给恩人斟杯茶。恩人，喝茶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真是乖了，听话了。哎呀。你乖儿子鼻子上怎么有个大疮呢？是啊，是很大呀。啊，是啊，我最近上火，睡眠又不足。哎，不要紧的，喝一点凉茶就没事了。哎，老太太，不行不行的，我有个古方啊，很有效的。是什么呀？哎，那，滴几滴辣椒油啊，加点醋，再加点酱油啊，混在一起，一大口喝下去啊，就马上会好的。哪有可能啊？你不信的话，尽管试试。是啊，儿子，那你试试吧。是啊。真的吗？老太太，你儿子好像不是很听你的话。不是，我儿子最听我的话了。是不是啊？乖了乖了，儿子，喝了它，没事了啊，一定会好的啊。喂，听说你老妈血压高。你不听他的话，小心他出事啊！喝，我没说不喝。喂，大狗强。喂，我是大狗强，现在没空接听你的电话，请留下口讯。哼，去哪儿了？不是让老婆就是女朋友干掉了吧？嗨，早。哎，早。哎呀，我好好的把臭脚伸出来，踩死你也是活该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锦哥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
以后机灵一点。嗯，臭娘们儿。哎，你们俩小子去哪儿了？怎么找也找不着啊！哦，回内地了。嘿，也是跟老婆女朋友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一点事都没有了。哎，这只辣鸭不错啊，江门特产。哎，三边酒，好酒啊！是啊，特地拿来孝敬。你对大哥真好，太客气了。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这些腊肉腊鸭是江门特产，我妈自己晒的。这些三边酒呢，是我专程的托朋友从山东那边拿来孝敬你的。是啊，全靠你教我们那招低声下气啊，现在把老婆哄回来了。是啊，小曼也不再怪我，不用分手了。谢谢花姐。啊，你们这俩臭小子，卖友求荣啊！什么卖友求荣啊？弃暗投明才是真的。听你的话，那就真是完蛋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真是有前途，好样的。阿静啊，花姐真的有办法啊。是啊，你那招好像没用啊，还是跟花姐学学吧。是啊，你们发什么神经？听她的话。你这么蠢呢，跪下拜师我也未必收你呀。你免了吧，别做梦了。阿景啊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是啊，其实花姐是好人。可不是。臭小子，我不打你们两个我就不叫刘瑾。哎呀啊，说了你下跪我也不收你，笨蛋。你怪你轻点，爱因斯坦好痛啊。sorry 啊，没事吧？神经病，我慢了。幺幺，那我昨天醒了一夜，今天买的是六号码二场号。二场，二场，捡了一张附属卡。那些女人没钱花，没漂亮衣服穿，没啥啥啥啥啥。我不说，钱哥，我说大口钱，家里让你老妈花的心砸的乱七八糟，没处是完整的，简直是。